OK， 继续训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接下来呢，我会在淘宝逛逛，给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健身经验，同时也会分享一些我健身吃的美食。三分靠练，七分靠吃，吃和练是分不开的。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做四个间歇性运动有氧操，先做开合跳，然后呢高抬腿，然后波比跳。最后一个交替拔木，练完了，真的是有氧运动，现在有点累，停一下，看看我都准备了什么好吃的。我准备了荞麦面和牛肉，搭配一些蔬菜和水果。补充能量最快的呢，就是我们的香蕉，这是健身达人必备的一样水果。练完以后呢，一定要好好计划一下吃些什么。三分靠练，七分靠吃，大家记得关注我的淘宝逛逛，我会随时更新的。现在呢，我就要去做一些力量训练。Go， 来逛逛，跟我一起健身吧。